金谷奇观接演前文。上文书咱们讲到，吴大人带着珠子来到对门夫人这儿串门。夫人这儿一坐下，微微一笑，吴大人浑身都酥了，不自觉地又吐露出了一句：“我告辞。”他心里不是这么想的，他想说，我那天说告辞啊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那天啊，我想跟人解释这个啊，我告辞。夫人一怔啊，哦，您有事儿啊？行，那这样，改天您再来。人家站起来转身回去了。吴大人跟这儿死的心都有，这同样的错误犯两回，我是人不是人呢？我到底要干嘛呀？这是，垂头丧气的出来，回到了自己的屋子里，坐在这儿，恨不得像死的了。我这怎么？我疯了？现在这是，我这脑子怎么了？平常伶牙俐齿，现如今我怎么这样呢？很别扭。小孩又来了，我救不了您了。你抽风呢是吗？啊，你这不拿我耍着玩？不是孩子，我兄弟，我没有这意思。我哎呀，我说点什么好呢？你等我一会儿。转身进里间屋，打开了柜子，摘最大最好的珠子，凑了十个，装一小锦盒里边，又提起笔来写了这么两句话。那日赠我黄甘美，不解香炉可半分，掖在里边了。你也别问我因为什么，我反正是脑子转不过弯来。你呀，把这个给你家夫人看一看，啊，他一看就明白了。您这里装的什么珠子？啊，我还写了这么一个二寸宽的小纸条，两行字儿。您这两行字儿能给我惹祸吗？不能。你放心，踏踏实实的，这两行字搁到哪儿去也不出事儿。哎，小孩拿这就走了。转过天下午，老吴跟这儿正喝茶呢，小孩进来了。吴大人，哎，兄弟，你来了，快坐，快坐，快坐。怎么样？我给夫人看了，夫人看完乐了。今天也拿回来一个小锦盒，让我交给您。拿来我看。放在桌子上，打开盖一瞧，里边有这么一绺头发，啊，打了一个同心结。也有这么一个纸条，写着一行字儿：“何必珍珠未寂寥。”一瞧这几个字儿，吴大人乐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太好了，小孩没明白，您干嘛呀？这一来一往是什么意思？孩子，你不懂。我给他那个珍珠，那就是一个礼物，没有什么。关键我那字儿，那日赠我黄甘美，那天送我那橘子非常的甜好吃，但是后边还有一句：不解相如可半分。司马相如啊，喜欢朱文君，他爱朱文君，就你给我那橘子再好吃，也解不了我这相思之苦，是这个意思。哦，小孩点了点头，那我倒明白了。那夫人给您这头发又说这个何必珍珠未寂寥是什么意思？孩子，你小，你没念过书，你不懂这个。这是想当初唐明皇宠爱杨贵妃，他之前宠爱的是梅妃江彩萍，但是
因为又宠杨妃，所以把梅妃打入冷宫。闲暇时候感觉着对不起梅妃，可是去看她又不敢，于是啊，让人送了很多的珍珠过去。梅妃给她回了个条，写的就是何必珍珠未寂寥。说现如今我被打入寒宫冷院了，我是很难受，跟这儿心情也不好，你何必弄点珠子来安慰我呢？是这个意思。你家夫人借用的是这句话啊，他的意思告诉我，他的夫君不在身边，他很寂寞，我单凭送一些珍珠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小孩一听，罢了，您是真有学问，哈哈哈哈，妥了，这事儿算是成了。您说这我没听明白，什么事儿成了？嗯，你家夫人看上我了。哟，你这胡说八道，你看怎么叫胡说呢？行啊，这些日子来我这相思苦够巧，但是我没白受罪。想一想，打第一次买橘子，他能送橘子给我吃，我心中就想，平白无故为什么会有人送橘子给我吃呢？是必有缘故。看起来我今天想的跟当初想的是一样的。孩子，你小，大人的事儿你闹不清楚。不过我就简单的跟你说，你家夫人喜欢我，我也喜欢她，所以说呢，我准备跟她前去私会。哎呦，好，您这事儿越说越大了。那有什么大了？这不叫事儿。你说不叫事儿，这要是让我们家老爷知道了，那还了得？哎呀，孩子，你不说，我不说，他不说，谁能知道是怎么回事儿？对不对？不叫事儿，单求你一见。好，您说，我能干什么？你们家上上下下需要你给我打点一下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是说很多人都碍眼。家奴怨过，丫鬟才女都碍事碍眼，只要把他们打发了，这事好办。嗯，你要说别的忙我帮不了你，这个事好办，因为家里人我都熟，反正你得花点钱，我帮你铺这个道，行了，这不叫事儿，简单啊！开柜子拿银子，50两纹银，嗯，银子在这儿了，你拿走，该怎么打点就怎么打点，好不好？你多的说齐了，我跟你们夫人约时间。那你听信吧。小孩拿50两银子，转身回去了。一晃两天，吴大人等着有点不耐烦了，正着急呢，小孩回来了。吴大人，哟，回来了，我等你等的都不成了。嗯，我给您道喜。怎么样？没事了。啊，屋里屋外前房后院，丫鬟婆子连厨子看大门的我都买通了，你怎么谢我？哎呀，兄弟，你瞧咱们之间这个交情啊，我再给你个小元宝。打开柜子又拿出一个来，这些日子接二连三花了不少了，给你，你帮我去问问夫人哪一天更合适啊，我照他这日子来赴佳期。哦，
小孩回去了。当天来信儿，夫人说明天夜至二更，请您前去，妥了。哎呀，高兴啊！转过天来，洗澡换衣裳，由头上到脚下里里外外全是新的。换完之后洗干干净净的，熏香啊，抹粉，从里到外，哎呀，香的都不行了。坐屋等着点儿，准备好了之后，这个钟点是早晨呐，7:40。为了时间是夜里二更天，你算吧，就这一天没干别的，就跟这儿。哎呀，怎么还不到点儿啊？急的都不行了，跟屋里来回的转磨磨。伙计问他：“大爷，您怎么的了？”“别管我，我跟屋待不住。”“哦，待不住，待不住，您出去吧，出去遛弯去，出去遛弯管用吧？”“嗨，我有时候闲着没事就出去遛弯去，一遛弯一会儿天就黑了。”“成嘞，啊，我听你的。”由大屋里这冲来，哼，走，啊，可是大街来回的走柳，实在是没事干了。啊，溜达吧，东瞧瞧西看看，认识的不认识的跟人搭个几句，一看看这点儿啊，也就下午2点来钟。哎呀，什么时候能天黑呀？你问这身新换的衣服由里到外啊，哎呀，弄这么香，这个玩意儿这夫人得爱死我啊。哎呀，我再溜一圈去啊，反着再来一圈，一边走一边瞧着太阳。下去下去下去，快点下去快点下去，走道您得瞧底下，你不能老抬着头啊，啊，他这底下没个边儿啊，老看下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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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懂，下去了，怎么呢？掉粪坑里边。街边人房后边有一个粪坑，他是走也没有目的，压根出来就没准处，这回成了，懂一下子掉粪坑里边，倒不深，到脖子，啊，上来吧！这一上来，好家伙，这一身呐都是稀屎，坏了，时间不够了，你算吧，重新洗，重新换，风一样往回跑，啊，到门口伙计，回去后别进来，你怎么了？这是，就躲在我这儿，我掉屎坑里边了，把你快脱了吧！门口的把衣裳全脱了，这不能要了啊！赶紧进来，坐水。坐水洗，怎么只能在这儿洗？澡堂子不让进呢，一身屎，你下池子，别人怎么办呢？这给他弄水泼，泼差不多了，重新坐水洗，啊，连脑袋一块把头发打开了，重洗。好，这劲费大了，啊，都快赶路死了。重新收拾完了之后，就已经将近二更天，心噔噔直跳，终于到了。仔细闻闻自个儿身上。老觉得有臭味儿啊，其实是没有，他关键他跟这里边怄的时间太长了，要光自个儿他也不在了，他真怕让别人闻出来啊，来回闻没有啊，挺好，又重新的弄点熏香，从里到外熏了一遍，由打这儿出来赶奔对门，要会一会美貌的家人。来到这儿一推这门，这门可是没锁，滋溜一下子就开了，心里边高兴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看见了吗？啊，这是我花钱的好处，天下哪有花钱的不是？人家看门的把门给我留着，心里痛快，把门推开了，撩着自己这袍子，迈步往里边就走。月明如洗，院子里边都瞧得见人，而且每间房都黑着灯，说明大伙都睡觉了，点点头，我的钱花到了。来过几回就认识了，轻车熟路，打前面走进前堂到客厅，现在客厅这坐着，这坐住了，一瞧客厅大门那闪出一小脑袋来，谁呀？那个小孩英格
冲他眨了眨眼，点了点头，那意思一切都安排妥当了。小孩转身跑了，吴大爷坐在这儿，这心噔噔直跳。哎呀，心说这实在是太刺激了一件事情啊，心里高兴，等着吧，等了有这么一碗茶的功夫，就好像听着有人悄悄的走路，一回头，屏风后面转过来一个小丫鬟，十五六岁，捯饬的很漂亮，走到这儿一眼瞧见他了，啊，冲他一努嘴，那意思你跟我走。吴大人心领神会，这是接过来的，站起来悄悄的跟着小姑娘往后堂去，穿宅过院，来在了后边这个卧房，离着很远，小丫鬟一指，有一间屋亮着灯呢，其他的屋都黑着呢，那儿，那意思你上那儿去吧。丫鬟转身就走了。好，吴大爷这心里边噔噔噔不楞噔一噔噔，好，唱个西河大鼓了，很紧张，蹑足轻松来到那儿，轻轻的一推开门，一瞧这个屋是个里外间，推门之后外屋这没人，打眼一瞧那挂着帷幔，说明那里边还有一间，迈步进来，转身把门关上，整了整衣衫，定了定心神，轻轻弹奏一声，那告诉人家我来了，就听着里间屋有人扑哧笑了，来了你就进来吧，就这一句话，当时吴大人浑身上下这个血呀、都快凝结了，不会喘气儿了，走道都不知道我先迈哪条腿呀、一步一步来到这儿，一挑这帷幔，定睛观瞧，这屋里边有一床啊，这个床是上等的紫檀木雕刻，挂着流苏，围着幔帐，而且这屋里边一左一右点着这么一对红蜡烛，借着这点蜡烛的光，再看这个夫人，那简直是神仙一般。俗话说得好，灯下观美人，越看越精神。赶紧进前来，一躬到地。说不出话来了啊！感情这主一见这女的说不出话，好几回了。您挺好，吃了吗？啊，说出这么两句来，夫人扑哧一下就乐了。我与你可以称得是难得有这么一个机会啊，难为您能看得上小奴家，很巧了，我丈夫不在家，今日好比七夕相会，七夕啊，七月七，牛郎织女嘛，佳期会，今日好比七月七啊，愿您今后要常来常往，不要把我忘了。哎呀，夫人，您说的这是哪里话来呀？今天您这就我重生父母再造的爹娘一般，语无伦次。好，天色不早了，请吴大人咱们上床安歇。哎，好。吴大人到这会儿明白过来了。说一千道一万，你干嘛来的？你是睡觉来的？伸手解着衣裳扣，好，这快呀！三下五除二，嘁哩咔嚓，把衣服解下来，怀中一抱，扑哧一下，他也乐了。怎么的？好歹我也是一个候补的官员，但没想到今天见美色，我怎么如此的不堪呢？刚刚这么一乐，往前走要上床。就听院里边有人喊了一声，老爷回府，就这一声喊，屋子人站这儿傻了，紧跟着前院后院就乱了套了，每间屋子的灯都亮起来了，
丫鬟婆子所有的这些个家奴院工打各个屋里都出来喽，迎接老爷，老爷回来了，了不得，老爷回来喽。夫人很惊慌，当时愣这儿了，汗都下来了啊。屋子人一瞧，这那意思，这怎么办呢？这个夫人说，哎呀，他这个他经常不回来，怎么回来就让你赶上你，哎呀，拿手一指这床，你下去。屋子人一琢磨，好主意啊，事到如今没有别的办法，下去就下去吧，抱着自己的衣裳顺着床底下钻进去了。有这么五六分钟，就听外边噔噔噔噔噔噔脚步声音，咣当门开了，听声音进来一个男子啊，哈哈哈哈，夫人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，哈哈哟。夫人站起来，老爷您回来了啊，我回来了，哈哈，您累了吧？还行还行，哎呀，主要是这些日子太累了啊，天天这么跑，那哪受得了啊。感觉这个人就坐在床边上了，喊了一声，来人呐，打点水来洗脚。打水洗脚，有了片刻的时间，有丫鬟打外边进来，端一大铜盆，一盆的热水放在地上。老爷脱靴子啊，把这个裹脚布全都扒了，那个年头没有袜子，男的也是包脚布啊，这儿都脱了之后，把脚泡在盆里边，好像水太热，哎呀太热了，脚搭在盆边上，这一踩踩空了，这盆一掉个咣当，这点水哗全进床底下了。屋的人几乎没穿什么衣裳，抱着自个儿这件衣裳跟底下那蹲着，正害怕哗水进来了，下意识的把衣服就放在地上，他那意思呢，我等着这水别把我弄湿了啊。就这么一下子有声音，人家老爷叫，哎，什么响？这床底下稀稀疏疏，难道说有老鼠吗？嗯，把灯给我，说声把灯给我，接过蜡烛来一撩窗的底下一看，四目相对，把老爷吓一跳，你谁啊？吴大人心说，我是谁呀、啊？我是，啊啊，呵，哎，没事没事，您忙您的，您忙您的。混账，给我出来，掏出来！好，一说掏出来，打外边呼啦超进了一大帮人，家奴院工亲兵护卫，那还不好弄吗？一蹬蹬出来了，啊，没怎么穿衣裳，这么一位抱着衣裳跟这儿，浑身哆嗦。老爷瞧急了，我明白了，别人都给我出去，把闲人轰出去了。拿手一指夫人，贱婢啊贱婢，我不在家你竟敢偷人呢啊，真岂有此理。一伸手打身上感情带着一个绳子板，这解开了妈肩头拢二背，先把屋的人捆上。你姓什么叫什么？我跟您，我不认识您。废话，谁问你认识不认识？您说吧啊，我不在家你在我们家干吧，这是个误会啊，我住您对门，你说这是人话吗？你住对门，你光着屁股在我们家床底下，你这瞎话瞒得了谁？是我跟您说呀，我也得了，我事到如今我跟您说实话吧，我也是一后补的官，咱们也算是同殿称臣啊，您看看，您说吧，这事儿是我错了，我对不起您，您看怎么着都成，您说罚我点钱。老爷看看他乐了，罚点钱，你一个官儿加上我一个太太，你们俩人这个花点钱就行了，你说能花多少钱？我给您千两纹银。我问你，这一个官儿难道说就不值千两纹银吗？而且我太太值多少钱？这传扬出去，这是一条人命啊啊！不是我，你看，我错了，我知道我错了。您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我今天我得抽你，咣一脚给踢出去了，啊！你他是文人，没挨过打，这一脚踢出去，当时
魂都飞了。我求您别打我，咱有事咱们都好商量。我知道我错了，您说吧啊。两边的讨价还价，最后说定了是纹银2000两啊。你住哪？我就对门客栈那儿啊。好嘞，你先给我写下字据来。这儿写字据啊，李自仁姓什么叫什么，那我调戏人家妻子，黑夜之间被人家堵着屋里，我情愿给人纹银2000两，如何如何，年月日啊，按手印都弄完之后，来人呐，带他去取银子去。说一声带他取银子去，胡辣超一大帮人压着他打这儿奔对门，很方便啊。到了那儿之后，进了里屋，他开柜子拿银子。好，人家来这帮人根本就不管你那套，一看这柜子里边奇珍异宝很多。前文书咱们讲了，他是打算运动一个官做，带来了什么叫象牙、犀角、好珍珠、乌鸡奇数，这些位上手就拿，连东西带钱拿走何止1000两啊。这拿完了把他又押回来，大老爷这一通骂他，从今往后我不希望再看见你啊，给我滚。这他把他轰出去，回来之后在自己屋子里边浑身还哆嗦，想这个事儿太巧了，你说这事闹的，一时不谨慎，我哪怕明天再去呢，这事都好商量。哎，还琢磨这个事儿呢。次日清晨起来，自己站在门口这儿，想昨天的事儿，心有余悸，就发现对门不对，这个门是敞开的，啊，这很奇怪啊，而且那个帘子也没有了。这怎么回事啊？自己不敢进去，喊这伙计，你进去给我瞧瞧去。伙计进去里里外外全看一遍，回来说，屋的人，人家这儿可没人了。嗯，不对啊，难道说因为我这件事情他觉得不能见人，全家搬走了吗？又想不可以啊，你看我这个作案的我都没觉得不能见人啊，他有什么可害怕了呢？想不透这茬老点儿啊，闹不清楚。当天晚上，前文书讲的妓院的那个姑娘西西又派人相请，把她叫去了。酒席宴前她低头无语，西西一问，她把事儿一说，姑娘乐了，你上了当了。这种事情都是骗子手们一起做的，想当初我也干过这个事情啊，他们让我假扮一个夫人啊，也跟你的一样，一而再再而三的设计，到最后讹诈他一笔，现在他们早就走了啊！那天我就问你怎么回事，你都不听啊，你也不跟我说，你要早告诉我，何至于上这个当呢？吴大人听完之后，这心里才明镜一般，回家来心里恨得横，翻来覆去一琢磨，没错，我是上了当了。打这儿起，第一见女人不敢说话，第二看见卖橘子的就骂街。怎么呢？从头到尾，如果说不是因为吃人家那几个橘子，哪会上这些当啊？啊，算是做了病了，不敢了，看见卖橘子生气。但是正事儿还得办呢，还得花钱运动，啊，剩下钱呢还有一些，心说我虽然说损失了很多，但是只要是运动一个好官，我还是可以把钱再弄回来的。几经辗转，费了很多的劲，到最后终于认识了吏部尚书。吏部就是组织部的意思，掌管所有官员的升迁问题啊。拜见吏部尚书，尚书很客气，坐下吧，沏上茶，一回头，吏部大人递他一橘子，你尝这个。他吓一跳，一步了，我才不吃呢，老爷急了，轰出去。